们像蛇。喂！我长命百岁了，我今天录完我就往生了。我已经都长那个静脉曲张了。我们先让你入座，可以坐一下，可以。你那一个94岁哦，我把上，而且我们可以坐着聊。林先大师的腿，哇，很美，很厉害，毛很多，不是粉腿，我的腿很细哈，我的毛很多，因为我有粗的在别地方啊。在哪里？草莓小姐在哪边？手臂、脖子啊什么的。我想又要画画，每天画，我每天都画，我没有休息的。好，谢谢我们林先大师。欢迎，走。不是说好不要这个东西了吗？不是，94岁了啊，94。我跟你讲，摔呀。是董哥最厉害，对，这是刚是故意的吗？这个摔是董哥最厉害的啦，对啦。等下，但是刚刚那是故意的。那个我跟你讲，草间弥生也有学到了。我也学动赏啊，动赏。对呀，动赏是台湾哦重义摔的第一名，number one。后面的人在做节目时候会摔。会故意假摔，或是故意呢这个重义摔，是都是学动赏的。因为我们这个阶梯真的害很多艺人真摔，可是你刚刚那是假的，这怎么会像真的？他最厉害，一定要摔到像这样子的，但是不会受伤，不会，那个是。因为阿嬷哈，我叫应该叫阿嬷哈，阿嬷是练过的哈，可以再一个不一样的吗？可以再一个不一样的吗？可以。喂！太重了吧，小心！太重了吧！这个尾椎真的是小心啊，尾椎会受伤吧？妈妈的，不要说什么长命百岁了，我今天录完我就往生了。顶多是尾椎受伤，是很拼。不要再叫我摔了，94岁了啊！不要了！刚刚那个你也没料到会那么痛吧？那真的好痛啊！有点后悔，直接落地耶！对不起，大哥。真的，等一下啊，还是要唱歌哦。那你唱整首？我唱的是中文的 QQ 的整首，好不好？